阿小水啊，我想讲呢，其实呢我哋今晚个主题呢，除咗讲动漫之外呢，其实呢係你都可以讲下呢关于 cosplay 嘅嘢嚟嘅。因为呢我諗可能有啲观众啱入嚟啦，大家唔知发生咩事。咁其实呢今晚呢我哋呢係邀请到呢，好开心邀请到呢cosplayer 小水就上嚟呢，我同我哋呢就分享下有关于佢鍾意嘅动漫嘅作品啦，同埋佢可能关于一啲 cosplay 嘅嘢呀，佢都想讲下咁样嘅。咁小水系边个呢？咁呢喺大家睇呢个版面呢，嗰张大大张嗰张相里面呢，就系小水佢嘅其中一个 cos 呢个角色呢，佢就系出呢一个呢暗杀教室里面嘅其中一个角色嚟㗎喎。不如小水你解释下或者介绍下呢个角色，或者点解你会揀呢个角色嚟 cos 嘅？但系呢个钟数我哋系唔系要咩封印？你讲埋先啦，我嘅今日咧呢个主题咧唔贴题啊，因为我其实系谂住预咗一半嘅时间出嚟讲 cosplay 嘅，但系咧你已经讲好多呢个关于动漫嘅嘢，你讲少少嗱，你简单介绍下。对唔住，我错啦。唔紧要。咁佢就系暗杀教室入边嘅池田桃花啦。咁佢嗰个即系佢唔算系主要角色啦。咁即系比起主角嗰啲出场系比较少啦，但系佢嗰个设定就系、是、即系最令人记得嘅就系马尾同风咁样咯。佢嗰个擅长嘅唔系话打斗嗰方面啦，都唔系神盾战，唔系枪嗰啲，佢系比较擅长外交关系嘅嗰种角色咯。然后佢俾我嘅印象就系比起老师嘅入室大弟子嗰种感觉咯，即系佢系比较吸收到比起教落嘅呢个人际技巧咁样咯。系我想问问少少你咧嗰日咧出呢个角色嘅时候咧，你有一个呢个头箍系嘛？即系红色嘅头箍嚟噶，嗰个系咪系嗰个系咪你自己整噶？自己整啊！临出之前嗰一日，快爆咗佢出嚟咯。嗰个好似几重要噶，我睇后屘睇翻佢嗰个角色系就系、是、有呢一个头箍，即系比较容易认。系啊，如果冇咗条橡筋，基本上都见唔到条马尾，所以我嗰阵时都即刻狗冲翻屋企拎啊，唔记得咗带啊嘛，因为。哦，你系嗰晚即系出之前嗰晚咧临时爆出嚟啊嘛呢嚿？朝头早嗰阵时咯，因为夜晚仲要翻工。哦，系你咧讲过咧，你系依家不如其实即系讲咁多关于你所知嘅动漫或者系cosplay 啦，即系讲少少啦，因为我哋九点半即将封烟啦，咁讲少少，你介绍下自己，你本身系譬如你可能是读紧书定做紧嘢，定系有啲咩特别嘅你想讲嘅？吓，而家读紧书啊，即系上年 DSE 考生咁样咯。系边度啊？读紧边度啊？I C 啊，点解你要逼我讲呢啲？哦，你可以唔讲嘅，因为我头先我听到咪嗱，大家观众朋友，我觉得读 Ivy 咧唔代表话好定唔好，你知唔知一读 Ivy， 有啲人读 Ivy 出到嚟咧，佢有佢嘅专门做到嗰样嘢咧，咁其实系真系即系职业先修。我想同观众讲，你知唔知即系德国咧，佢系有好多即系读中学啊，读完中学佢哋唔系上大学嘅，佢哋系职业先修，真系类似 Ivy。不过佢哋当然嘅做法有啲唔同啦，有啲师徒制啊，有啲各样嘢。德国系咁样玩啊！你冇睇少啊！呢啲咧对佢哋工作有用。香港咧就可能佢个安排差啲，但系其实咧即系佢个原意咧都唔系差嘅。呢个 Ivy 咁你会唔会想讲下你 Ivy 其实系读咩嘢嘅？设计我哋
32分啊，不如都系咁先。OK， 咁今日大家认识咗小穗好多事情啦。咁我哋咧好遗憾，我记得我其实我觉得小穗咧真系讲可以讲到12点钟。不过咧，我哋今晚咧就预定咗咧有一个封烟嘅环节，咁啊9点半，依家都过咗少少时间啦。咁咧就我咧就想知道咧，嗱依家咧我见到 RC 咧有两位仁兄入咗嚟，咁我唔知系边个打边个。嗱。我依家问啦，即刻问 ，RC 里边人性稀咧系边个嚟噶？系咪 Jerry？ 跟住 Monkey 级又系边个嚟噶 ？Monkey 级系咪阿级啊？你答咗我先，咁我可以叫翻你过嚟。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我梗系唔拉你落嚟啦。同埋咧，嗱朋友仔，如果你想封烟咧，好简单嘅啫。装呢个台湾 RC， 你去 Google 台湾 RC 装完注册完账号，跟住你打呢个RC ID， 就係 ID 号码就係9305515。咁你入到嚟大厅呢，咁你要话俾我听你係边个 ID， 即係你喺个聊天室度讲啦，咁我就会拉你落嚟。咁我哋阵间封烟嗰个环节呢，我就想係呢每次拉一位观众朋友呢就落嚟倾偈咁样。咁就尽量我想今晚尽量安排可能多几位啦，因为我諗可能都有啲朋友仔係想嚟想嚟封烟倾下偈咁样。咁就你哋想嚟嘅我讲多次就係台湾 RCID 9305515好唔好啊？阿吸入嚟但唔讲嘢喎，嗱封烟，喂你打上电台喎，你打上电台，跟住你打上电台呢，个主持人同你讲 hello， 你唔讲嘢 dead air， 跟住呢个主持人呢再同你讲你咩名呀，你又唔讲嘢，佢即刻收你线啦。阿吸哥你真係好嘢，打上嚟唔倾偈。咁系咪阿 Jerry？ 系咪阿 Jerry 咧？随时可以讲嘢啦。好唔好？同阿 Jerry 倾下偈先咯，好唔好啊？喂，阿 Jerry，Hello。哇！喂，开波啦！竟然系咁，我未准备好喎。准备好噶啦，我估你。O K 啊，咁我问少少嘢啦。系。小翠比较中意玩啲咩类型嘅游戏？有冇玩定系？嗱，首先我阿 Jerry， 我要纠正你一样嘢，佢叫小翠，就唔系叫小翠。小翠，呢个 O K， 小翠，咁请问你平时系玩啲乜嘢游戏多嘅咧？其实我都系好少打机嘅，跟住即系基本上用电脑嚟打嗰种机，我系冇玩到咯。咁手机系玩开边啲嘅？即系手机有冇咧？有，但系我觉得你唔会识咯。Poco Pan 你有冇玩？我唔知道，我当时有冇玩咩话？边只啊？咩 Poco Pan 啊？好 ，Poco Pan 啊？是什么 game 来的？你介绍一下。是 LINE 那个游戏来的。哦，在 LINE 那里的。是啊，但是真的没什么人会玩咯。真的，我打个名字出来，真的有机会可以玩一下。哦，你是不是想打个名字出来？你打个名字出来看看小水会不会玩。我唔知喎 ，Game of Dice， 打我两边都打下。我觉得我冇玩。哦 ，Game of Dice 喎，小水。冇玩，真系冇玩。哦。咁呢度冇我事情，我出翻去啦，好唔好啊？好尴尬啊！Jerry 冇嘢问嘅啦，喂，嗱，唔好走住 Jerry。嗱，唔好走住 Jerry 啦。嗱，我咧，嗱，以我所知咧 ，Jerry 咧都有啲 cosplay 朋友嘅，系嘛？你对呢方面你有啲认识嘅，系嘛？你哋 cosplay 咧有啲偈倾噶，会唔会啊？我冇 cosplay 喎，我对 cosplay 冇认识噶喎。哇，讲呢啲？唔系啊，报个料啊 ，Not Good 有 cosplay 啊。啊！哇，你冚？阿Jerry 哥，你陷你朋友于不义喎！
我亂噏嘅啫，唔好忘記。阿小瑞，小瑞，你知唔知边个 not good 啊 ？not good 咧就系嗰次咧你见过噶。佢喺唔喺度啊？边个啊？你见过噶，中三嗰个啊？哦，佢有出噶。阿 Jerry 话佢有出咯，但其实佢冇出噶。我想同你讲，Jerry 想害死佢啫嘛。好尴尬啊！拖下一个啊，我食阵花生啊，真系。好啦，好啦，再见啦 ，Jerry， 多谢你嚟啊。好啦，跟住呢我见到有另外第二位仁兄呢阿 Neo 喎、啊。阿 Neo 呢就已经喺出面等緊啦咁我拉佢入嚟先好嘛。喂 ,Hello,Neo, 你好啊。有冇咪啊 ,Neo? 咦暂时冇嘢讲喎 ,Neo。有冇咪啊 ,Neo, 听唔听到你听到Leo 你会不会讲下嘢你会不会可能有咪可以讲下嘢即时我哋可以倾下计喎。哦 ,Leo 话整緊嘢咁不如我搵咗下一位先Leo 你搞掂咗呢你同我讲好嘛。咁我剔返你出去先啊。好啦仲有冇边位阿 Neo， 你如果得嘅话咧，你话俾我听啊，我拉你入嚟啊，好嘛？仲有边位想入嚟倾下偈嘅？阿级有冇麦噶？阿级你如果你想入嚟，我可以拉你入嚟倾下偈啊。咁就最你其实入嚟封烟咧，就梗系要有麦啦，倾下偈系咪先？你冇麦嘅，真系入到嚟真系谂住 dead air 咁样冇啦，系嘛？啊 ，Tony 有冇正常人入去？你系咪正常人啦？你可以入嚟噶喎，吓啊系啊，喂，阿小瑞提起阿 Tony 咧，喂，我想问你咧，你系咪有出过呢、這个萌萌大侵略？萌侵略者系啦，萌侵略者，唔好意思啊，我呢个名都系有时记得唔系好清楚。系有出过三次咯，但系代洗黑。是你三次添啊出过是啊但是都是比较有历史的所以那时候各样东西都还可以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哦你出过哪个角色啊廖雪儿啊哦喂这个正嘢嚟嘅主角好鬼正喎、啊、正啊我都觉得佢好正是由一即是他出场到去他后面呢我都是一直注视着他我完全没理过男主角太正了真的这个是据我所知道是一套后宫番来的看来是还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封烟的环节是不是已经完了不是阿 Leo 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直刻拉 Leo 入来好吗好耶Hello, Leo. Hello. 喂咩 Leo 啊？多错人啊你！哎呀，唔好意思啊，你仲未走嘅、啊，喂，快走啦你！唔好意思啊，拉错人拉多次。喂 ，Hello, Leo。喂 ，Hello， 有冇声？有冇反应？Leo， 喂，喂，听唔听到？系啊，啱听到啊，你可以个麦细声少少。咦？点解 double 声哦，因为你开咗个直播嘛，咁咪听到两把声咯。不过我哋听咁而家听唔听到？而家系冇细听啲。系依家 OK 啊，非常欢迎你啊 ，Neo 啊，你可以随便问嘢，或者同阿小水倾下偈喎。小水喺度？系啊。系你好。系你好，小水。哦，你好啦，其实Neo 系我网名嚟，因为我。
我喺 cos 名，我仲有另一个名嘅，其实。哦，好，系咪要交换 Facebook 啊？哇！一嚟就交换 Facebook 咁主动嘅。不如 Leo 嚟咯，唔系咩？唔系 cos 咩？维斯好开，好害羞嘅，其实。唔系 cos 嚟噶，哦。Sorry， 唔系，我系 coser 嚟嘅。咁仲唔交换 Facebook 等咩啊？我系你老师。吓吓？我系你老师 ，Colossense des Nene。哦哦，吓死人！我仲喺度谂紧系几时嘅老师，好激动啊！嗰日其实我都见到你，我都见到几可爱喎呢个女仔咁咯。有啲咁嘅事，嗰日有出 cos 啊？哦，系啊，嗰日浸大嗰日，其实我系出优秀大都会嘅阿 Nick 咯。好似有见到啊，我系笠住成大个头盔，即系成大个狐狸头咁嘅，我唔系出二人版嘅其实。啊，我都有见到，好似两队都有见到啊。不过嗰日我就冇出 Colossense 咯，因为而家套 Colossense 仲维修紧。哦，系有出过 event 啊 ，Colossense。哦，系啊，嗰阵时好似第一次出系上年 C 3定前年 C 3，好似上年 C 3。哦，会唔会机会有人合照啊？系老师你好。哦，其实我个 cos 名系叫好小子咯，系而家可以去揾系咪啊？我而家去啦，咁阿小帅，你知唔知佢咧有专业噶咩啊？佢有 cos 秒例，有专业噶。东少你爆我，东少你爆我有专业。喂，咁你话要同佢交换嘅，咁我谂你都想人哋咩啦，系嘛？唔得噶，要循序渐进嘅，维斯好怕丑嘅。咪先，呢个系魏良。系啊，其实我系有出过 love line 嘅。哦哦，哇，好激动啊！哇，不得了，呢个，你系男仔嚟噶？呢个，哇哇，好凶狠啊，太凶狠啦！同事点算啊？俾人话我好凶狠。你有冇忍笑忍得好辛苦啊？好恶啊！好恶啊！真系小帅，其实你可爱过我好多噶。真系呢个咁点睇一个？冇咁啦，嚟睇下维斯几咁帅气咁去睇巨鱼 H 本好过啦，唔好睇啲艺良图啦。你有啲咩分享下？一 look 紧嗰个专业追紧相，好好恶啊真系。阿小帅，好衰喎呢个样，系咪有啲震撼教育嘅啊做紧？冇得输喎！阿小帅话你有咩？你点睇啊？听唔清楚头先嗰句，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啊？你叫我哋叫小帅啊？东少你系佢话你啊冇得输啊，话好鬼劲啊！我净系听到呢啲嘅啫。阿小帅系咁讲，系咁一路睇一路讲。所有嘢都只不过是一个浮云。
要讲嘅话，我觉得系御姐 feel 咯。要讲嘅话，啊呢一刻，呢一刻、啊，我真系冇谂过，真系冇谂过点入去会系魏良咯，太神奇了。哇！我谂啊，呢一刻啊，阿好小子咧，呢一刻咧已经系哇，即系呢排都未试过咁鬼正系嘛？已经其实咧，阿小水同埋东少嗰日唔清楚你哋见唔见到啦，因为其实我喺浸大嗰日咧，其实都见到颇多魏良出粒拉嘅，咁唔知你有冇见到啦？咁其实。你只要去得多 event， 其实只不呢啲唔算系什么咯，系嘛？啊，我自己咧就见每次我记得咧 Love Live 咧有好多人团一团出噶嘛，即系全部九个出晒，咁我咧经常都见到咧里边咧起码有一两个魏良咁样嘅，系咩？我真系冇怀疑，我对呢个性别唔太敏感，即系佢哋。如果是出得好看的话，他们未开到声我都不知道是魏良。哦，其实现在基本上很多都即可以说，一来化妆品出得很多，二来即不知道为什么都的确多了很多比较质素好的男仔去玩 cos 啊。仲有就系唔知点解都行埋呢个好奇怪嘅方向咯。阿东少，你要唔要试下？吓、啊，你讲真噶？嗱，我就当初会忽然之间，我讲先，你讲先啦。你咁点解忽然之间当初会想去出 Love Live 嘅？嗱，呢个系一个好深奥嘅问题。嗱，试完就系有次。是不是世界杯啊？好似是世界杯，咁我就谂住荷兰系十拿九稳，一定攞冠军，或者好似嗰阵时好似唔系攞冠军，总言之，季军赛系赢嘅，但唔知点解输咗，结果我就因为呢个打到输咗而俾人出叫我出 love line， 咁其实咧唔系话出 love line 嘅，咁即系只不过系即系输咗。就要反串啦，咁就系咁咯。从此打开咗新世界之门啦。嗱，咁所以其实我同阿叻嘅心情系一样嘅嗰阵时嘅，基本上阿叻喺电视前面已经黑晒面嘅时候，我喺电脑面前我都以一个暴惊魂嘅状态坐咗喺度，双手翘住，咁仲有少少定司令嘅样咁。呆咗，我惊阿小帅唔明你讲头先嗰几个名词喎、啊，你小帅你明唔明？唔系我头先同紧屋企人讲嘅。OK， 咁总言之就系因为一失足成千古恨啦，咁之后就俾身边 cos 圈嘅朋友打蛇随棍上，结果就变成而家咁嘅局面啦。咁其实我系。即系我系即系牛唔饮水，唔咁得牛头低嘅。咁其实我都颇中意 Love Live 嘅东条希呢个角色嘅。咁所以其实我都而家我个衣柜有大概九成都系 Love Live 嘅衫，我得翻两成系刀男人啲衫嚟嘅。啲无面超人嘅装甲啊，或者蝙蝠侠啊、Iron Man啲装甲，全部摆晒喺仓，所以唔计住先啦。看得出你好好享受呢个 love 出 love life 嘅嗰种感觉嘅，同埋你都出得好好啊！加油，好想借啊！现场嘅啊，多谢小水欣赏，东少你唔好收埋个麦喺度笑啊！我冇啊，嗱，下次好简单，阿好小子，你18号去唔去？你话台湾 Ivy event？ 冇错冇错，唔去，哎呀，哎呀，就谂住揾你两个相见一下嘛，真系冇啊！嚟紧即系过埋台湾个 event， 咁讲紧
七月就嗰个咩国际动漫展，咁我谂大家都唔会谂住去试个服噶啦。咁再嚟紧嘅漫节，我都即系我去嘅话，都未必会出戏或者出魏良角色，因为咁即系其实都讲到少少咁，始终即系香港动漫节咁，而家由一个真系由佢哋嘅指向，由一个面对向动漫香港本土嘅动漫 fans 变咗做一个合家欢节目嘅时候。咁我就唔方便喺嗰啲场合出呢啲角色啦。咁始终香港人都唔好接受 cosplay 样嘢，仲加上魏良嘅话，咁我觉得真系冇啦。哦，不过我觉得咁样谂啦。我唔知道，其实阿士嗱，不如咁讲啦，小帅你七月你去唔去先？如果你去嘅话咧，我真系揾你两个咧相应一下，真系唔好讲笑，见你咁好倾，系咪先？系啊系啊，我哋会有机会见嘅。一于咁话，咁即系我比较肯定系我会去八月两日私得咯。咁嗰两日我都即系有一日我会出数码暴龙嘅，咁仲有另一日未决定，可能出飞。嘅肉燥前，或者可能出出翻 Love Live， 或者可能唔知啊，未决定。你哋去唔去啊？八月嗰个先得，即系八月二十定廿一，系咯。你出数码暴龙啊？哇！你系出边个角色咧？哦，就睇下做唔做得切套夹。如果做得切，我咪出暴龙，唔系出。做得切我就出战斗暴龙兽，如果做唔切我咪出暴龙兽咯。因为我就有个 friend 出太日，哇！即系你系直情着住成嚿咁样行噶咯。哦，系啊，其实套战斗暴龙兽之前好多年前做过一次嘅，不过嗰阵时技术唔系咁好，所以出咗一次之后就抌咗大部分嘅嘢，而家净系得翻个背脊只翼咯。咁所以如果要做嘅话，都系要重新做个冇分别嘅嘢。小水有冇睇过数码暴龙啊？有啊，但系我唔知道你哋讲紧边一季啦，已经。哦，无印嗰一季，即系八神太一啊，大和嗰一代，即系最初代啦，简你讲。哦，但系我自己唔系睇最初代，好似睇第二代嗰啲之后啊，冇乜印象第一季。哦，咁你有冇听过首歌啊？应该冇。You can die now, you man on a tour。有冇印象啊？冇。咁你应该要去揾嚟听听啦。数码暴龙，即系每一个睇数码暴龙嘅人都会知道呢首歌咯。咁其实，因为其实咧，零二同零一咧系有关系，你知可？嗯，好，唔紧要，得闲我即系得闲我会读下你，因为你睇动画，所以我就因为你少睇动画啦，即系你话你时间比较睇动画嘅时间少，所以唔紧要。不过呢啲只要你仲继续存在喺呢度呢个 cos 圈或者呢个宅圈呢个动画圈咧，咁终有一日你都会俾你身边嘅人叫你去睇嘅。有机会会睇嘅，呢排会得闲啲，都应该会清翻啲坑咯。系咯，嚟紧你会出啲咩？嚟紧就应该睇下套服嚟唔嚟到咯。如果套服嚟到十八号嗰日，就应该会出点套入边嘅 Coco 阿赞咁样咯。听唔清楚系咩话？请问你今天要来点兔子啦？嗰个心态，我已经笑到变咗扭曲啦。呢套我净系开咗，我已经笑到你变咗扭曲，好唔好笑？你觉得有意义嘅咩？行套嘢 ？OK 啊 ，OK 噶，咁即系救命，好笑！比我想象中更加治愈咯。因为我谂紧会唔会话行啲好，忍得好辛苦。即系嗰阵时就咁睇个名啦。咩？今天要来点兔子？要我来点兔子吗？咁谂紧，会唔会系啲咩天魔与黑兔啲 friend， 即系有少女漫，跟住又有啲后宫咧，咁跟住睇落去又唔系好觉咁。系，即系我觉得系精彩咗咯，成套嘢，同埋有种
治愈嘅感觉，真系非常之好。所以成套嘢嗰阵时，好似都系中，即系上嗰一年睇嗰阵时，会觉得身心都得到舒畅嘅嗰种感觉。哇！你讲到呢套嘢咁治愈嘅话，咁我一定要追下落去，因为最近追今季季番都开始都慢慢个热情淡咗嚟，想等多几集先一次过追，有几套都，所以系时候追翻啲旧番。我如果追翻嘅话，我就觉得我的英雄学院好好睇咯，因为我系睇咗我家姐推荐我睇咗动画之后咧。我是一个星期六日就看完那个漫画咯。哦，我都见这套嘢好像有，好像是今季新翻定上一季新翻嚟哇？今季而家仲出紧嘅。因为我就系见，即系好多 fan 都去咗理大嗰度试映呢套嘢，咁见到咦，点解啲衫咁似晒把方苗啦？即系。高智能方程式套驾驶服嘅，咁跟住佢又话唔系啊，呢套叫《我的英雄学员》嚟噶，咁跟住我，跟住即系佢哋都好尝试去度我去睇，因为佢想踢我落坑，咁但系坑就睇即系要清动画嘅数目太多，所以呢套嘢都排得比较后咯。但系个个都话呢套嘢系最近少有嘅，即系都算好睇嘅作品咯。哇！我听你哋，我都觉得佢比想中好睇。好啦，喂，就此打住好嘛？我惊你哋讲到十二点啊！你两个真系咧好多话题。哇，好少接嗱，下次真系唔好讲笑，真系咧七月咧啊，一齐去呢一个 event 嘅时候咧，真系你两个相应一下先，真系唔好讲笑，好唔好啊？喂，好啊，就咁话，系啦。一定会去找东少你啊！好啊，嗱咁我我不如咧，我将之后嘅时间咧交翻俾另外一位观众，因为有另外一位观众咧，阿 Cotoli 咧想入嚟倾下偈嘅，咁啊下次再找你再倾下偈好嘛，好小子，多谢你过嚟啊！喂，好唔客气，到咁有机会啊，到时见啦。OK， 好多谢你，拜拜。好，今日好开心同你哋两个倾偈啊，拜拜，拜拜，拜拜。喂喂 ，Hello， Cotoli。喂喂，有冇声？系，请你讲嘢。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系啱啱冇听到你讲。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系 ，hello， 欢迎你 ，Cotoli。嗯，唔好意思，头先真系冇开揿晒个掣。系，请问你有啲咩想同阿小穗讲下咧？唔知啊，其实好似点讲好咧？我其实都系成日喺下边 C005 嗰个 C005 嗰个影楼嗰度蒲咯。其实我都系喺 DI 嗰度，你先。跟住今季唔知最近，今季最近稍微要睇睇先。今季唔知啊，其实嗰日有啲冇嚟到，其实有啲可惜，真大。哦。啊啊，小穗啊，我介绍下 Cotoli 啦，不如佢其实都系一个摄嚟嘅，咁佢依家咧就读紧呢一个咧摄影嘅呢一个学位啊嘛，定系博士啊？我唔知啊。都系 high dip 啫，都系喺 Ivy 嗰度嘅。O、okay, K， 即系你都系读 Ivy 就。唔系啊，我唔系同你同一间学校噶。竟然咁，系啊。我系观塘 Ivy 啊。哦，稍微远咗少少，唔系，其实都系隔篱嘅。呢季因為這個係你繼續冇啊冇，其實睇翻先，好似今季都係有暗殺教室嘅，都等緊，可能完咗一次過。不如你講下嗱，阿小水咧，佢有睇幾套嘅。
睇下你有冇睇啦。嗱，有一暗杀教室，唔知你有冇睇啦。跟住咧，点兔你有冇睇先 ？Cotoli， 喂喂喂，冇咗声嘅喂。喂喂喂，有冇人啊？哦，可能啲技术上问题喎，个 Tony 唔出声喎，喂。佢家姐嚟咗嗰几集真系不得了，好想无限 loop。嗰集好印象深刻。OK。咁就。冇我嘅事啦，系啦，拜拜，走啦，哦，拜拜，系咪有人留言想问啊？哇，好似系、哦，我见系咪啊？睇先啊，系咪阿喂阿 C M C 系咪想倾偈啊？阿 C M C， 哎呀 ，C M C 系咪想倾偈？好嗱，阿 C M C 已经入咗嚟啦，我又可以即刻拉入嚟啊！喂 ，Hello C M C。喂，嗨，非常欢迎你啊！准备好啦，系嘛？系啊，你可以随便随便倾偈。嗱，我咧就唔系好识 cosplay 嘅嘢嘅，咁咧我又唔系好即系唔会好留意 cosplay 界嗰啲嘢啦。但系咧，我就想问一下，点解你会入 cosplay 嘅？因为我都知啲好似啲 cos 啲服装费都唔平嘅，系咪咧？因为呢个其实都啱啱开头就会，即系未开始出嗰阵时就唔会有呢种念头啦，都系可能见到有朋友开始出啊，跟住就会有少少憧憬啊，咁样就去出咯。咁样费用嗰啲方面都可能，所以我出得唔太密啊，因为我系一个比较穷少少嘅人。哦，咁你会唔会发觉现实入面其实都几难揾朋友去听动画嘅嘢咧？其实我觉得正常少少，你都可能系一个即系中同饭局啊，大学识朋友啊，你都唔会第一个话题先就话，我系中意咩动画咩cosplay， 我觉得呢啲正常人都应该比较少讲嘅，其实。唔会嘅，我自己今年啱啱开学嗰阵时啦，即系就算我自己就冇怀疑对方系 coser 啦，但系佢话咩，佢第一眼睇我就知道我系 coser， 跟住就撩我讲嘢啦。所以其实 cosplay 嘅世界都几大下，即系都容易识到人噶。咁佢点解一眼咧就望到你？用语同埋着衫嗰啲咯。哦，系啊，用语嗰度，你觉唔觉得你会即系例如啊，你会不时会讲吸精啊、落坑啊，你觉唔觉得其实都几比较毒啊？系咯，会唔会话？其实我讲落咗，我就唔系好觉得自己，我讲落咗，我就唔系好怀疑到自己呢一啲表现出我毒嘅，同埋如果同得我讲嘢嘅话，即系同我讲嘢得多嗰啲咧，即系我有个朋友本身都系唔落呢啲坑嘅，佢而家都会识得，即系由佢啱啱开头攻受啊、SM 咩都唔识嗰啲咧，到后屘佢而家今时今日佢系会自己讲啊，因为我抖 M 啊嘛，嗰啲之类咯。咁你而家觉得 cosplay 系好玩嘅？其实好玩啊，同埋都系一个放。视野嘅一种途径嚟噶啦。咁你觉得其实嗱，人人都有样噶啦，系咪先？咁啊，生得好丑咧，咁啊天注定嘅，即系DNA 嘅错啦。咁你又点睇？有啲真系外貌麻麻，但系又热爱 cosplay 喎。跟住啱先系咪你留言话点？即系觉唔觉得自己出崩咗嘅？系咪你嚟？是啊，是我嚟噶。其实我都比较，其实我想答嘅，但系走得好快嗰、那个留言。其实我觉得咧，二次元嘅嘢都系留翻喺二次元嘅世界，就系咁嘅。我嘅意见，但系你哋中意玩，咁梗系冇意见啦，系咪先？中意 cosplay 嘅，
即我唔係幾中意 cosplay 啊，係啊係啊係啊，我中意齋睇嘅啫，咁都冇乜嘢嘅，咁我有我意見，你有你意見噶嘛，係咪先？咁你又覺得有啲唔係咁靚，咁整崩咗個角色，你會有啲唔開心咧？或者你覺得點先為之一個好嘅 cosplay？ 我自己覺得會唔會話出崩？其實我都覺得自己有陣時係出崩咗個角色嘅，咁我覺得就努力啲去做好下一次，咁唔好即係改善咯。咁你出得耐就一定會出得好啲，呢個係真嘅。你肯花時間落去，就一定會有一個技術上嘅提升嘅。咁咩為止崩啊？你覺得咧？即係點為止崩啊？咁好似嗰啲服裝上嘅錯誤嗰啲之類咯。哦，即係細節唔夠 detail 啦。咁你有冇聽過某一個幾著名嘅 coser 係叫咩夫夫型啊？我唔記得叫 FUFU 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聽聞過啦嚇。我應該唔知。即係總之比較出位，可能又靚少少嘅 coser 啦。咁佢而家就俾東漫台一班 data 追，即係圍住嚟追住嚟插啦，話佢。即系唔系几好嘅消息嚟嘅，即系话佢哋系鸡啊之类嗰啲，即系我讲得即系讲得出面啲，你觉得又点咧？其实呢个同 coser 又即系我觉得未必系能上到关系嘅，但系佢都系 coser 之一，你觉得系咪 cosplay 世界入边都好多呢啲男女纠纷啊？咁总有靓女噶嘛，靓女梗系多人追啦。你意思是这个 coser 是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有这么多人去说他的好像是。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喂，CMC， 喂，我呢要想插一点嘴。首先呢，我觉得呢每个 coser 呢都我想其实他们玩的 cos 呢，我想他们都是因为喜意即是喜欢 cosplay 他们才玩的，没理由不喜欢的都走去玩，是不是？不是，就是你 听我说先，即是我不是说讲话哪方面啱定不啱，我想发表少意见，因为你们讲了很久，我都想插少嘴讲少嘢啫，即是而如果有啲 coser 咧，佢即係譬如好似你話齋出崩咗，其實我都見得多，都唔係少。可能佢本身佢原意咧，即係唔係諗住出崩，但係有陣時咧，可能真係服裝上問題，或者可能啲細節睇唔到，或者其實都唔一定呢啲問題，或者可能影嘅時候崩咗，嗰個視機影落去咧差咗少少就崩咗，都唔出奇噶，好多情況都可以崩。咁我覺得你都講得啱嘅。即有啲嘢 keep 翻二次元，咪二次元咯。咁另外一方面，咁 coser 佢哋中意自己玩嘅，咁佢哋自己玩嘅，咁各有各玩咯，系咪先？佢哋亦都可能会即系尽力做翻啱啲，即系冇咁会可能会好睇啲啊咁样样。咁我至于另外咧，再之后咧，你讲到阿夫夫嗰样意见咧，嗰度咧，我觉得咧。我建議啦，呢度咧最好就此打住啦，因為第一樣嘢係啦，嗱，第一你聽我，你可以你聽我講先，唔係啊，你話即係嗱，我你聽我講先，因為咧第一我唔知，因為我估啦，小瑞可能咧未必識呢一個人，咁你咁樣同佢講咧，其實都冇得傾嘅即係雞同鴨講嘅啫，係啦，咁另外咧，我覺得咧即係嗱我。因為咧，其實我都知道有呢個人存在嘅，咁但係咧，到底 coser 佢自己做啲咩咧，我就唔作評論嘅，咁我就亦都唔建議喺呢度講呢一啲話題，因為可能比較敏感啲，咁我亦都唔想話，因為我哋喺度傾呢樣嘢咧，而令到。多咗另外一啲嘢發生咁樣，所以就即係就此打住。咁但係我亦都明白，我明白你講緊乜嘢嘅。咁所以我係非常之歡迎你嚟講嘢，同埋非常多謝你講咁多。因為其實頭先你同阿小瑞傾咁多咧，我覺得係真係都係點講啊？係真係好幾有內容，同埋係都算可以話係叫有建設性咯。咁就我諗夫夫嗰度可以就此打住咯。咁啊，好嘛？其實咧，我呢度係想延伸落去少少嘅，但係俾人影咩感受？俾人咩啊？你明唔明啊？俾人影啊，即係
女仔之家被人影咩感受呢，即係咁你 cosplay 去一个活动，咁梗係有好多三唔七七咗，咁你就预咗係有心态係做好准备被人影，定係其实我都唔係被人影，定係被人影同唔被人影，即係偷拍咩位置係偷拍，咁嗰啲都有好多好矛盾㗎嘛。你明唔明我想讲咩呀，即係女仔即係有冇一份矜持喺度係咪先，咁你会唔会有啲咁嘅顾虑囉。我喺度諗我觉得不过其实睇睇下呢我哋够钟啦其实。哦好啦。係呀真係唔好意思，下次有机会再讲好嘛。多谢，非常之多谢你嚟过嚟，希望下次又可以再同你倾偈好嘛，因为我哋够钟啦。咁多谢你过嚟，咁就咁拜拜先好嘛 ,CMC。拜拜。拜拜。哇小水今日呢我諗你收获丰富喎，会唔会呀都。长知识。啊咁啊喂嗱今日呢就咁先好唔好啊，我哋过咗十点钟咁就都唔想太耐啦，即係但係呢嗱小水可能下次又再搵你上嚟好嘛，又倾下偈咁样喎，因为我觉得你好多话题都冇讲到今日係咪先。是啊，我唔知啊。好啦喂咁今日啊非常之多谢阿小水呢，就今日非常开心啊搵到阿小水上嚟呢倾偈。咁我哋都今日呢非常之高兴大家呢有多朋友仔封烟倾偈咁样。咁我哋呢今晚呢係咁先好唔好啊，咁我哋听日玩咩，喂哇撞你个鬼，听日呢哈索拉人四解锁啦，听日呢就嚟了啦好唔好啊，呢隻咁嘅嘢真係要打佢。大家请期待啊，我非常期待啊，大家都期待系嘛，咁一于听晚再见好嘛，今日多谢大家收睇啦，祝大家晚安，听晚再同大家见面，拜拜。拜拜。